态综艺哪家强，岛国明星要塌房。来看来看，日本整人节目又来整活啦。今天的整蛊项目是谁能在抢分中率先拿到地上的10000元大钞，谁拿到就归谁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幸灾乐祸吧。这位就是今天的倒霉蛋，别看现在戴个墨镜有多酷，一会儿就有多狼狈。就在他发现地上有张10万大钞时，整蛊正式开始。好家伙，倒墨水就有点过分了。喂，下边倒霉蛋找了他的媳妇过来当帮手，发誓一定要拿到10万块。竟然用自己老婆当盾牌，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奇葩综艺。